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这里同学问了一些问题我们先做简单答复这里这位林同学有三个问题第一个，请问博学圣师明辨中的博学和佛学中的一门深入的学习方式是否有次第上的关系，亦或是相违？要如何理解并融会贯通？这个跟一门深入没有抵触那么这个是相关的一门深入也要博学慎思明辨这个你做任何学问那么这个方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最重要还是笃行了笃行就是你学了之后要去实习的所谓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如果学了你没有去用在生活上所谓学以致用那么学了这个等于是落空了得不到实际的受用所以你博学慎思明辨这些最后还是要笃行。那么博学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要广博了。这个下人居老居士在这个敬语里面也讲广学原为深入广学多闻原来为我们帮助一门深入的。如果没有广学博学呢那这个一门也很难深入。所以一部经它都涵盖一切经了。这是没有相违背没有相违背。所以你看祖师大德注解那个经典他引用多少经论来注解。那他如果没有博学他怎么去引用那些经典来深入这部经典所以广学原为深入这个没有抵触没有违背你这样理解就可以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讲到戒杀如数那就四个字嘛四个字我们听起来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不要杀生要吃素那为什么不要杀生为什么要吃素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那这个就很大的学问了那么我们引用安世贤书那万圣先知我们是剪出几条来讲那接着说那就知道这个内容非常深广了方方面面的了是不是就是一条一条戒那就很多了那你没有去广泛的先去了解那么你对戒杀吃素你不能深入了只是一个概念不能深入那么你学习的越博那么你对这个就越深入了所以这个戒杀吃素四个字安世贤书这个四卷有一卷万善贤子你要读要进行深入那么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要戒杀吃素。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佛与魔的如何分辨这个有人说呢未到一定的
的正见难以去判别，要如何从经典啊，这是修正的程度了啊，没有到一定修正的程度，很难去辨别佛跟魔啊，和善知识的言教当中去正确理解分辨啊，这个佛跟魔啊，都在自己的心呐 啊，这个万法唯心呐。主要啊我们自己的心魔啊，自己有心魔，你才会招感外魔啊。那么自己什么是魔啊？很好分辨啊，有那么难吗？我们一天到晚都是魔啊，在干扰我们呐。啊，那么八大人觉经讲啊，有四种魔嘛。啊，这个死魔、天魔、五阴魔、烦恼魔嘛，啊，这个四魔啊，天魔是外面的啊，其他三种都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烦恼魔，那你会不会贪心啊？你会不会生气啊？啊，你有没有愚痴啊？啊，愚痴就是是非善恶分不清楚啊，搞不懂啊。啊，对圣教啊不能接受，听得不生欢喜心，那就愚痴啊，贪嗔痴慢，这个叫烦恼魔。啊，五阴魔啊，色受想行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这些幻象都是五阴造成的。啊，那我们自己迷了，啊，造成这些幻象。来折磨自己啊，自己折磨自己啊！啊，死魔啊，那人死啊，生离死别啊，很痛苦啊，受尽折磨啊！啊，那个魔是折磨的意思啊，天魔是外面的诱惑，那很好分辨呐！啊，那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是佛嘛。还有这些东西就叫众生嘛，啊，所以我们要啊，这个转魔为佛嘛，啊，其实佛跟魔都是自己的心嘛，啊，所以心转过来啊，那魔就变成佛了，你觉悟了啊，原来魔就是佛，迷了啊，佛就变成魔，啊，就是这样。啊，这个第三个问题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时啊，啊，这个众生是我收得到功德啊。经典中说，亲缘和受缘的众生才收得到，不太理解。他收得到收不到啊，也是关键我们的诚心呐，啊，到什么程度了，啊，如果我们真诚心呐，啊，你有一分的诚敬，啊，那么他就收到一分的功德，十分的诚敬就收到十分了，啊，如果没有诚敬心，我们自己都没有功德啊，他怎么会收到功德？你自己没有钱，你怎么可能拿钱给别人呢？啊，肯定你自己先有功德嘛，啊，才能跟别人分享啊。啊，所以你要知道众生有没有得到功德，那先问你自己，你得到了没有啊？你有功德了没有啊？啊，如果你有了，那你回向给众生，他七分之一嘛。啊，所以这个也不用去问众生，问他有没有得到，先问你自己有没有得到啊？你自己都没有了，你自己没有功德，那你用什么回向给众生呢？啊，所以这个不是去问众生了，啊，问我们自己。好，下面的问题啊，这个大觉
的孙子在母亲腹中啊，31周6天在腹中没了心跳啊，开刀爆出来后已死亡，目前尚在49日内。请问师父可做什么功德回向给小侄儿？这个念佛啊，功德是最殊胜的啊，念佛跟他回向。那么在49天之内啊，诵经念佛啊，那么念佛是最方便啊，最方便啊，随时可以念，随时可以回向。那诵经啊，你要有一定的时间啊，要有一定的时间呐、啊，啊，要这个心比较专注啊，这个经啊。如果没有念得很熟悉啊，那这个效果就不是很理想。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咒比经短，好念；念咒不如念佛，念佛比咒又更短。所以多念佛。如果你要诵经啊，我建议先去读地藏菩萨的念经啊，因为地藏经啊，就专门讲这些。老人过世了，小孩啊夭折了，这些怎么去跟他超度啊？多念地藏经啊，多念佛啊，跟他回向啊，在49日内啊回向，效果最好啊。这个尊敬的师父你好，请问在法会上有一些词或是念佛器上会有一些佛字，请问师父如何将？有佛字的纸回收要怎么处理？啊，这个回收就是像报纸啦，这样回收做再生纸，啊，这样啊就好。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太多了啊，特别是报纸、杂志一印啊，几百万份。那我们要像古时候那样处理啊，也不可能啊，也不可能啊。那么你烧个一张、两张啊。实在讲，这个啊，也是不圆满的啊，所以还不如啊回收啊做再生纸，那只要以恭敬心呐、啊、这样来处理就好啊，不要乱丢了啊，不要乱丢垃圾桶，最重要还是垃圾啊分类啊，现在都有分类嘛，你纸张的归纸张的嘛啊，不要乱丢在一起啊，这样就好。啊，这个，请问师父啊，这个念佛念到没有心怎么办？啊、没有心，是你是指哪一个心呢、啊？啊，是不是念到这个心脏就不见了？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他阿难找心呐、啊，啊，他说。也没有问他是真心妄心啊，他心在哪里啊？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啊，他在哪个地方啊？啊，所以啊、这个虽然有比较熟悉啊，这个中断的次数变少，可是现在念佛号已经不会有感动成心了。变成像机器一样，就是只有在念，可是心里头无感的，没有温度的，就像在念一二三四一样，没有任何感觉，失去了以前对活菩萨的真诚感动热忱，心变得像木一样，像冰一样，拜托师父为我解惑。这个你多读无量寿经啊，我建议你多读无量寿经啊，对这一句佛号啊名号的功德啊都在经典里面啊，你念佛啊没有感觉啊，念得没有味道，念得枯燥无味，念得像冰一样啊，这个啊我建议你多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3000遍读下来啊，那你再念这一句佛号就不一样了。多念经，念3000遍啊，记住3000遍，一遍都不能少。这个
你就会知道这句佛号啊，它的功德在哪里。那么另外呢，就如果你能听得懂老和尚讲的《无量寿经》，多听经也可以就是一个听经，一个读经了总是要明理了。为什么念这句佛号这句佛号有什么功德总是认识不够。所以我们念的会没味道。我为什么要念为何念佛？为谁念佛？那这个没有很清楚所以念久了，念得枯燥无味，要听经要多读经了。佛为什么要讲经呢？他为什么要讲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就叫你一句佛号一直念就好了。那讲经就是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要念佛了念佛的理论方法、念佛的功德是什么给我们说明了我们了解之后那才会发心，才会欢喜去念佛所以听经、读经很重要特别这个佛号念得冷冰冰的，就要读经了。如果真正明白道理了，不疑惑了，念得法喜充满了，那经也不用听了，也不用读了，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所以在20几年前呢，新加坡佛教居士里呢，也是办这个24小时的念佛，刚开始好几百人来念，到最后越念越少，念到最后小猫两三只，后来老上都不行，这个还是要听经本来是24小时通通念佛，因为大家呢对这句佛号的功德认识还不够那么念久了他没有念出法喜，没有念出味道也就是说，他念这句佛号他只是念，他没有发菩提心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弥陀经讲信愿持名信念就是发菩提心对这个发菩提心跟一向专念是两桩事情就是你念这句佛号你发什么心去念发菩提心去念还是发烦恼心去念那你这个就发烦恼心去念，发很无奈的心去念，念得心不甘情不愿的，发这样的心去念，那怎么会有味道呢？关键你只是念没有发心怎么发呢？建立《无量寿经》读3000遍，你就知道怎么发心了下面这个问题老和尚在教科文组织提倡多元宗教教育，同时强调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这两者是否有区别这个顾杰峰同学问这个问题这个多元宗教教育佛教不是宗教这个实际上了解老上讲的就没有区别了。那么佛教不是宗教这个我们老上提倡多元宗教教育，那么他有把宗教这两个字加以说明了因为现在一般人对宗教这两个字呢，它的定义就是局限在这个，就是你无论任何一个宗教，那么你自己要去立一个神你拜一个神，拜一个上帝那我尊奉这个唯一的真神那这个神能创造万物我们人一切众生都是神来创造的唯一的真神
那么这个宗教认为这个神是真的，那个宗教认为神，那个他们的神是真的，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呢、啊、对宗教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宗教有一神教，有多神教，啊，所谓一神教叫高级的宗教，多神教就是神很多啊，你们这个教啊神很多，啊，叫多神教啊，那是低级的宗教。所以，这个宗教啊，就是，信仰一个神啊，或者多神，那么祈求、祈祷啊，神明啊来保佑啊，来加持啊，来赦罪啊等等的。那么这个是一般呢、啊、宗教的一个概念了、啊。那么这个是啊，一般呢、啊、对宗教啊的一个概念啊，在西方国家啊对宗教的定义啊，它的解释是这个概念的。那么我们这个宗教两个字啊，大家的理解啊，就是你要有个神呐、啊，啊，你这个教你信哪一尊神呐、啊？啊，哪一尊是你们的神呐、啊？那么这个就信仰一个神神明，这个是一般宗教的一个概念。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宗教两个字是中文了啊，是中文。中文这个宗教两个字，我们老上也做了说明了。宗啊，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啊，就是主要的教义、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教就是教育啊、教学、教化啊，在中文里面啊，就人透过这个教育来学习。那人就产生变化啊，化恶为善，化繁为圣，化迷为悟啊。那么这个就是教学啊，好像你在学校上课有成绩啦，那个化就是成绩啦，哎，你变化了啊。那现在呢，今天我们这三天的课啊，大家来这里听课啊，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了啊，啊，只是大家变化的幅度多大啊，个人不一样。多少都会有一点变化啊，那么那个变化也就是一个成绩了啊，个人学习的一个成果了。所以我们老上啊讲这个宗啊，就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啊，教就是教义、教学、教化啊，就主要的教义啊，重要的教学。大家尊崇的教化，所以这个宗教两个字啊，那么它的定义啊，在中文这个两个字的定义是这样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啊，大家要尊崇的啊，我们一般讲宗旨、宗旨啊，就是主要的啊，这个教是教育、教学、教化，那么每一个宗教啊。都有他的经典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提倡啊，各个宗教啊都要学习自己宗教的经典啊，不能只有举行啊一个宗教仪式，那经典你都没有深入去学习去探讨，那就把原来宗教都是教育都变成宗教啊，变成宗教。现在社会大众认为那是迷信啊，没有科学依据啊。啊，这个美国太空人飞上月球啦，啊，就宣布上帝死亡啦，啊，没有看到上帝啦，但是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啦。所以这个无论任何宗教啊，儒释道三教啊，如果你不提倡
教学啊，那很容易啊，会被社会大众啊产生严重的误会了。啊，只是举行个仪式，那么你也不说明，大家不了解，那可能他就产生很多偏差的见解。所以一般啊，信仰宗教啊，一般人都来那个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那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啊，现在很普遍啊，那也不能怪他们啊，因为你宗教啊，各宗教都没有提倡这个经典的学习、经典的教学啊，啊，特别我们敬老和尚提倡各宗教要互相学习。互相了解，那么你才发现啊，原来世界宗教是一家的，都是一个根源的。佛法讲啊，众生跟自己都一体啊，那宗教怎么会不是一体呢？啊，那你不了解啊，那你就互相啊有矛盾呐、啊，互相去对立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用树啊。树不是最下面有根有本吗？啊，那种树干啊，那长出来的树枝啦、啊，树叶花果啦、啊，那长出来的哦，那很多不一样啦、啊。那么多不一样啊，都是从一个根生出来的嘛，同一个根源嘛。啊，那如果你不知道呢，是同一个根源生出来的。啊，那很多宗教都是同一个根源出来的。那你是只是在那个枝枝叶叶，然后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然后两个就在打架了啊！啊，那就造成很多宗教啊，这个互相歧视、互相冲突的因缘，这个都是没有学习宗教经典之过啊。啊，这个都不是。各宗教教主啊，他教人的啊，他教人就是要博爱啊，要神爱世人啊，所以这些啊都是啊这个传教士啊就很关键了。你怎么传？好像佛教的法师啊，你经典拿的，你怎么讲啊？那讲的对不对啊？啊，那这个就很关键啊，所以这个佛教啊。它不是宗教啊，但是现在呢，都大部分呢变成宗教啊，因为大家都不讲经教学啊，只是做法会啊，那就变成宗教了。大家啊，就是一种宗教了啊，把佛就看作神明了啊，那这就是误会了，误会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才提倡不但啊佛教要提倡教义，各宗教都要提倡教义。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彼此啊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这样啊，先团结宗教，啊，那么才能影响啊这个世界啊和谐，达到和平。好，以上简单回答啊，下面一个问题呀，啊，这个请教师父两个问题啊，弟子总是会对。像人错误的行为啊，对众人错误的行为啊，眼里看不惯，生气起烦恼，若将这些情绪影响到家人身上，造成大家的不愉快，自己也很苦恼啊，知道自己错，尤其学习佛法，心里很矛盾啊，请师父开始啊，那这个问题啊。这个知道自己呀、啊，这个有不对啊，这个也很难得的啊，知道自己有错。那么知道，但是还是烦恼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习气呀、啊，习气。那这个方面呢、啊，建立啊，在佛前呢、啊，多拜佛，多忏悔。啊，求佛力加持啊，多念佛啊，消业障啊，或者念经也可以啊。我们业障消了，那这个烦恼就会降温了啊，降温了。所谓啊，
烦恼轻，智慧长啊，烦恼慢慢减轻了，智慧就慢慢增长。第二个问题啊，专修净土法门呐、啊，独自在家修行，每日看净空老法师《无量寿经》视频，读《无量寿经》两部，啊，念《弟子规》一部，啊，这个蔡礼旭老师《弟子规》。念佛但弟子始终做不到啊，学习重心很乱很杂，心定不下来啊，请问如何打根基啊？这个请帮弟子啊定课，你自己定这个课就不错了，我再定多一点啊，可能你就更烦恼了。关键就是你听的这些你有没有用在生活上啊？伦理啊，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你学了一条啊，有没有在生活上去实验去实习啊？你学了弟子规只是听一听，有去做吗？啊，比如说父母呼应勿反啊，晨昏定省有没有去做，还是听完就算了？那这个听一听啊，听完就算了，那叫永远不会进步。听了你要去做，力行近乎人啊，你要去力行啊，努力去实行啊，那这样才会进步啊，你才会有法喜，才会有心得啊。只是听啊，听完了好像跟自己生活上都没关系啊，这样不会进步。记住《伦理》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一定学了，你要在生活当中去实习，实际出现问题，我们再把问题找出来，再去解决问题，这样你才会进步，才会有发现，才有心得。下面这个问题啊，弟子目前在扶持团体这个上广论弟子曾经在FB 啊，看到悟道法师跟日常老和尚学戒，也在老和尚的身教里有看到当初净空老和尚请悟道法师这批法师们啊，没有一批啊，只有我一个啦，因为当初悟字辈的都是在图书馆剃度的啊，我是在基金会剃度的啊，那时候只有我一个，没有一批，没那么多。跟日常法师学戒，但书上有说啊，越学越分别，所以使末节学广论的心有点退失，很怕跟法师们越学越分别，所以对此非常疑惑，可否请法师解惑？你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啊，因为这个佛法的修学啊。第一个见很重要了，见解的见了，八正道第一个就正见了，那么正见呢，它层次也很多了，从凡夫到佛那么这个当中见也很多种，很多种见。那么我们修学有开圆顿见跟见次见的这个学习效果就不一样。开圆顿见的学人学一天等于见次见的学人修一劫。同样这样修从日劫相背那不一样。关键在那个见，你的见解。那这个见个人就不一样了。像菩提道次第广论次第就是见修见教。因为佛的教学顿见秘密不定佛有讲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有讲一念就成佛了像六祖那样，那也是佛讲的。那么讲一念成佛，那叫圆顿教像那个禅宗密宗这个华严
啊，这个天台了，净土了，这个离心不乱啊，那就一念成佛了，不是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佛呢？他讲经说法，他有个阶段就是从阿含到方等到般若到法华涅槃开权显示。刚开始讲华严大家听不懂所以先开小学、幼稚园班这样按部就班了。所以当时我在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每天早上跟日常法师听他讲一个小时。那么有一次我们楼上去那边吃早餐吃完问我说你们在学什么？我说菩提道次第广论他老人家来看他说广论这个次第就是渐修的那一句阿弥陀佛是圆顿教圆顿教。那么后来呢，我修学当时也产生一些矛盾了。后来我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有引用华严经的经文那华严是一神圆教讲一生成佛的。所以呢，你开了圆顿教的人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你开了圆顿见的人他来讲《弟子规》，那个《弟子规》就变《华严经》了。那么如果见世见的修行人那么你讲《华严经》，他也是见修的本来一念可以成佛他也可以三大阿僧祇劫再成佛所以这个佛呢讲经对象不一样，根基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就是说像我们台北101大楼这个黄念老也常常用这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也比现代人比较能够体会了。比如说我们要上到101大楼好像我们从底下一层从环突要到成佛最高的。那我们怎么上去有两种方式一个爬楼梯爬楼梯。那一个呢坐高速电梯这两种都可以到的。那你说我慢慢爬能不能到当然可以那时间要长比较辛苦那爬了一层那如果心脏不好可能要再喘了半天再继续爬那可能要在那边休息一下不晓得爬到哪一天那时间就很长但是爬久了还是会爬得到那么如果坐快速电梯那几分钟就上去了你爬了用爬楼梯恐怕爬了好几天那爬了好几天就好像三大阿僧祇劫那坐快速电梯就一念成佛那个叫圆顿，顿就是快速了，圆满快速。那佛不勉强人跟你讲圆顿教，你能接受那很好，那你很快成佛了。那你不相信，不能接受，你不能理解那给你讲见次教帮助你一步一步提升那么佛没有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个，非接受这个不可。没有你能接受圆顿教，给你讲圆顿教；你能接受见次教，就给你讲见次教所以这个你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关键在这个见这个见那么当然希望你以圆顿见来看这个菩提道它就是圆顿教。不要说菩提道次第了，就弟子规你用华严的教义来看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了，感应篇也是华严经了
所以刚才有个同学讲啊，以前都是只知道念阿弥陀佛，现在才知道城隍爷啊，在讲因果教育的，只认阿弥陀佛其他都不是了啊。那实际上什么呢？所有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普门品不是讲吗？观世音菩萨三十二亿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说法了。那城隍爷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他的化身呢？所以过去啊，日本中村康隆法师他100多岁往生。有一次我跟我们老上去拜访他，他就讲啊，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这个他的弟子啊，我们拜访完了，要离开了送我们到门口就讲，师父啊，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今天以来呢，我们师父的。他讲这句话了，那么他讲这句话呢，经典有依据啊，不是乱讲。观音菩萨普门品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观音菩萨，那每尊佛菩萨都跟观音菩萨一样的，观音菩萨是一个代表了，应以基督身得度者，就现耶稣基督而会说法。应以末罕末得生得度啊，就现末罕末得生而为说法；应以城隍身得度，就现城隍身而为说法。那众生他需要的，每个人不一样啊。那佛菩萨他没有心呐、他没有说我要一个身什么给你，你要听我的没有？佛菩萨呢无心啊，应众生的心。你现在需要什么？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现身的 所以佛菩萨呢，他大自在啊，他大自在啊，他没有得失啊，他大自在。你要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呐、如果有心呐、我现这个身，你就要现这一个你不现这个，我就生气，那就不自在了就生烦恼了就变成凡夫了。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佛菩萨法身变一切处了。所以我们深入这个大乘经典我们对这个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怀疑了。下面一个问题请示师父，佛教与神道庙在持香拜佛仪式之事有何不同？这个问讯方式或者跟点头大拜、大拜拜这个道教它是抱拳作揖佛教合掌这个手势上不同那这个一般中国传统三跪九叩三跪九叩就是跪在地上三次然后跪一次磕三下，磕三下头跪三遍就磕九个头了，就三跪九叩了。那一般这个道教或者儒家呢，他们就作揖作揖就是佛门讲的问讯，但是当时都抱拳作揖这个过去人家在选举拜托拜托不是都这样吗？但是现在看到佛教徒，他会阿弥陀佛师父投我一票。这个不同在这个地方那佛有顶礼有问讯那这个神道庙三跪九叩
唱佛啊，顶礼三拜啊，这个不同。所有的大愿力以愿请方向目标可以开示分享吗？我们发愿的愿景，我们修净土啊，就是学习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中空国师在三十七愿讲的，愿则啊，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你是问我的愿景，那就是啊，我们要念无量寿经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念佛的人啊，不只是我了，大家都一样啊，要以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来作为自己的本愿，向阿弥陀佛学习啊。那么我们这生呢，就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好，以上问题呀、简单解答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再分享戒杀如数。这个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公案啊。这个戒杀呢，我们上午也跟大家呢分享了几个公案。我们下面呢这个周安世指出欠持斋这个持斋就是如数的我们这边讲戒杀如数这个欠持斋这里的斋呢它就是吃素的吃素那我们吃素有什么功德，他这里给我们说明一篇这个也是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劝持斋刀兵之难在于人道，约数十年一见，或数年一见。那么这一段呢，刀兵就是战争了。战争这个灾难在我们人间大概数十年我们会见到一次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呢已经过了这个几十年了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当中有一些年或数十年我们会见到一次或者呢数年这几年见到一次。那么现在地球上这个刀兵劫还是不断。虽然不是前面这个世界大战但是局部性的区域性的战争还是不断。就是不是前面的。这是讲人间战争。我们人间数十年看到一次战争或者几年看到一次战争都已经觉得很惨烈了。这是讲人间至于畜生道则无日不见者。那么畜生道呢那天天都是刀兵劫这个我们每天市场全世界一天要杀多少众生你光一个现在讲吃鸡肉吃牛排猪排等等的鸡鸭鱼肉一天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要杀多少恐怕呢堆起来恐怕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了
啊，所以普天之下呢，一意居民啊，具有无量恒心屠户，手执利刀啊，将一切禽兽愤然救服啊。尔时禽类啊，自知难道，大声跳翅，动地惊天，救援不至。啊，个个被人被个个啊被人面罗刹猎户刺心，抽肠拔肺，哀声未断，又头沸汤，受大苦恼。片刻之间，阎浮世界几万万生灵，头足异处，骨肉星罗啊，积其尸可以过高山之顶，收其血可以赤江水之流，燃其壮产于尘锅之心土，听其声逊于雷霆之震裂。如是所造无量恶业，其端皆为吾等食肉所致，则食肉之罪遭报亦不轻矣呀！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啊，这个天一亮啊，那就很多这个恒心的屠户啦，啊，这个去杀猪宰羊啦、啊，杀鸡啊、杀鱼啊等等，那么将一切禽兽啦、啊、这些众生呐、啊。就绑起来啊！那这些众生也知道灾难到了啊，那么大声跳直了啊，这个惊天动地啊，也没有人救他们了。那么这个把人呐、啊、比喻人面罗刹啊，长的是人的样子，但是心呢、啊、是罗刹的心呐 啊，就是没有慈悲心啊。那么这个把这个动物啊。剖腹刺心呐、啊，抽肠拔肺啊！那这个杀完了、啊，哀声未断呐、啊，又马上啊投入沸汤啊，煮滚的水啊，把它丢下去啊，让这众生啊受大苦恼啊！所以片刻之间呐、啊，整个阎浮提世界啊，几万万生灵啊，投足一处啊！啊，他这个骨肉啊。心如啊，所以这个累积它的动物的尸体啊，可以高过高山之顶啊。啊，收这个动物流的血啊，可以染红这个江水，产于尘锅之心土啊。尘锅就是古时候屠城呐、啊，啊，人被杀呢，那很惨。看到这众生、啊、比那个更惨 啊， 啊，所以听其声啊，逊于雷霆之震裂啊，听到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那么好像迅雷一样啊，那样的震动激烈啊，如是所造无量恶业，那么造这么多的恶业。每一天造这么多的恶业，杀这么多的众生，为什么？啊，其端呐、啊，皆为吾等食肉所致，就是因为人类要吃肉，啊，所以这些屠户啊，就去杀了，啊，那么来卖给人呐、啊、去吃。这食肉之罪，遭报亦不轻矣啊！所以吃肉的罪啊。遭感的果报啊，不轻啊！啊，那这个我自己很有感受啊，我是从小体弱多病啊，爱吃肉啊，杀生吃肉啊，现在这个罪有应得啊啊！这个好在呢，出家了啊，吃了三十几年的素了，不然我早就死了啊，死了去哪里呢？到地狱去啊，去还债了。啊，这是真的啊！啊，那么世人动员啊，吾未尝作恶，何必持斋呢？啊，我也没有做坏事啊，我为什么要吃素呢？啊，我也没有去杀人放火啊，啊，我没有犯法、啊，
那我为什么要吃斋呢？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念的。那么甚至笑话这个吃斋的人吃素的人就好像羊在吃草啦。这个一般人他都这样的一个看法。呜呼啊，岂知今被宴席在床啊。即有素不相识之人先为君婚造过恶业乎啊。那么这个说完是其实就是欠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吃斋呢？他说呢，呜呼啊，那这个是感叹的话了，一个语词了。岂知啊，兼备宴席在床啊，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还没有起床那就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就是指那些屠户了。但是在屠宰场开始在杀生了。杀生就是提供给我们吃的，就是为我们杀的。先为君辈造过恶业乎啊？有没有想到这些人在替我们造恶业啊？又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异类血肉共其滋养。这个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那么我们不可以说这个众生跟我们人不一样那他的血肉我们就可以去伤害他了那么同样一条命，同样有知觉人怕死，动物也怕死，人贪生怕死，动物也贪生怕死，一只蚂蚁也爱惜生命我们要有慈悲心所以不可以说这个众生肉就是给我们人吃的供其滋养。曾见医书云孕妇失血多遭横产在医书上来讲怀孕的妇女如果吃这个螃蟹大闸蟹都会难产。又云男子食雄犬是可以壮阳呼呼。蟹性横行食其位置习得横行之性。所以横产犬性最淫，食其位置即得淫力之性，故能壮阳。蟹与犬如是，则一切鸟兽鱼鳖亦必如是。今人自少至老，所持水陆之位不可胜数，积而久之，则周身之血肉骨髓大可寒心那么你吃什么动物你就会被那个动物的属性所影响故吃吃再一次成为清净高峰那么吃素食植物那会比较好最好为吃杀戒者不敢及以此相强，既吃杀戒者安得不以此相勉哉就是还没有持不杀生这条戒的人那也不敢用这个来勉强但是呢，如果已经持不杀生戒的了，那就要勉励要吃素了不要再吃肉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公案我们讲一两个公案昆山张耳求兵安先生凶也，笃信三宝，力行善事，常以崇祯虚云东请山峰大树正和尚于清凉庵起禅期，偶时先于鸡子是系梦至安门，见龙神八部清法獠牙子五十余神出门意气仓房问之，也无被护道场神也，而为其主回家时昏，故欲弃耳，而求于梦中苦成忏悔，
众神护境，如是中三业起，坚持斋戒。那么这个是啊，昆山呐、啊，张尔求啊，丁安先生啊，那么他是信奉三宝啊，也力行善事。那么在崇祯虚云冬天呐、啊，请三峰大树正和尚啊，在清凉庵呐、啊、打禅期啊，即禅期打禅期。那偶然呐、啊，去吃到鲜鱼呀、啊、鸡子啊，那么这个。吃到肉了啊，吃到鱼了，吃到鸡了啊。那么四系呢，梦至庵门呐、啊，梦到这个青莲庵的门前了，看到啊，龙神八部啊，就天龙八部啊，青发獠牙子啊，五十一个神呐、啊。那么他出门要出去。那么仓皇问之啊，啊，说这个天龙八部啊都要走了啊，那这个张尔求啊就问了 啊，你们为什么要走啊？啊，你们是谁啊？啊，那么他们回答说：吾辈护道场神，我们就护来护持道场的神啊，护法神啊，为祈主啊，啊，他说你是功德主啊，啊，但是呢，你回家要吃荤啊，吃肉，故意弃儿，那我们就不来护法了，我们要走了，啊，护法神要走了。那么尔求于梦中啊，苦沉忏悔啊，那在梦中啊，一直忏悔了。啊，他要改过了，以后不再吃荤了。啊，众神护境，啊，那个众神啊，接受他的忏悔，啊，那么再进来道场啊，啊，继续护持。由此中三业起啊，他打这个禅机啊，打三个月。那么三个月啊，他都坚持斋戒，啊，坚持斋戒。不敢再吃荤了。下面一个公案啊，破斋重演啊，就是也是发生在昆山呐、啊。魏应之是韶竹子也，重生庚午春，与子韶同寝，忽梦中狂哭念佛。子韶惊问呐、啊。乃曰：梦至阴府，见朝官报生死簿至，无名在御史簿下。注引呐、啊，三年后某日，当赐役书了，以问何罪？曰：定业难逃。问何法可免？曰：莫如常斋念佛，精进修行。数或可免，遂以子韶曰：“子从此一意修行矣。”遂持常斋，小憩念佛，精进者八月。后闻舍友皆修曰：“此梦耳，堂堂丈夫何为所惑？”由是渐开斋戒，癸酉春无故。观书房门，意识屈指旧梦，事满三年。那么这条公案也是发生在江苏昆山啊，魏应之啊，那么子韶竹子也啊，就是他的侄子啊，这个魏应之啊是子韶的竹子啊，他的侄子。啊，在崇祯庚午年春天呐、啊，那么与子韶啊同寝，啊，这魏应之跟子韶啊一起啊，啊，在一个房间睡觉。那么忽然呐、啊，在梦中啊狂哭念佛了啊，在梦中啊狂哭就哭得很大声，啊，一直念佛。
那子曹惊问呐、啊，子曹就这个很惊讶地问他呢：“你为什么睡觉睡睡突然就狂哭啊？啊，在这个狂哭念佛呢？”啊，那么他说啊，他梦至阴府啊，梦到啊阴间地府，见到呢曹官呐、啊、报生死簿至，见到阴曹啊这个官员呐、啊，啊民官呐、啊、抱着这个生死簿啊，报生死簿啊到了，啊，那么就翻开生死簿啊，他的名字在易死簿下，啊，就是上吊的，啊，所以他要上吊而死啊。那么下面注明呢、啊，哪一天呢、啊？这3年后某日啊，这个时间呢、啊、也都有注明了，啊，就3年后某一天呢、啊，当智易枢纽啊，就是这个魏应之啊会自己啊上吊在书房。那么一问何罪啊？啊，魏应之就问这个民官呢、啊，他是什么罪啊？为什么3年后他会上吊在书房呢？啊，那么民官回答呢，定业难逃，过去是你造的定业，你没有办法改变了。问何法可免呢、啊？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啊，这个民官就告诉他了，莫如常斋念佛。啊，他说：“你从今开始啊，你发愿啊，终身吃素、念佛、精进修行，术后可免啊。或许啊，你这个定业啊，可以改变啊。”那么他就醒过来了啊。所以这个魏应之啊，就给子韶说了啊，说子啊是，那么这个。子韶是他的长辈了，啊，他是侄子，说侄从此一意修行也，他说侄子啊，从今天开始啊，要一心一意来修行了，啊，要吃斋念佛了，岁持常斋啊，所以从那天开始啊，就开始吃常素了，啊，小细念佛，早晚都念佛，啊，这样精进啊。维持8个月，那8个月后呢？啊，这个文社的朋友啊，都笑话他了，啊，说对你这个做梦啊，你吃什么素呢？啊，堂堂的大丈夫，啊，被一个梦境所迷惑，啊，劝他呢，啊，不要吃素了，啊，还是啊，跟他们一样啊，去吃肉吧。那么他就。把那个梦啊也就忘了啊，那听这些朋友啊，这朋友也不是好朋友啊，他冤亲债主啊，那就跟着他们又开始吃肉啊，现开斋戒了啊。那么到了癸酉春无故不晓得什么缘故，都自己关起房门就自己上吊死了啊。所以这个子韶给他算一算啊。屈指一算跟他梦当中讲的时间刚好满3年，可见他的梦境是真的那不是假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卖斋立社麻城王某常斋三载忽然恶疮，心生退悔。这个麻城这个地方一个姓王的人吃常斋吃了3年他说吃素吃了3年他吃了3年呢，忽然恶疮。恶疮我们现在讲就是生了一个瘤了生了一个肿瘤了恶疮和肿瘤了，心生退悔他说。心里就升起要退转了，后悔了，好像吃斋
啊，这个好像活菩萨没保佑啊，有人喂耶啦啊，那么刚好有朋友啊来安慰他啦，说供持斋人呐、啊，说你是一个持常斋的人呐、啊，佛天当莫佑啊，那这个朋友啊也是好心呐、啊，给他安慰了。说你现在虽然长恶疮啊，这个活菩萨呢还是会保佑啦。啊，王曰呢，持斋三载啊，遭此恶报，有何异乎呢？啊，那这个王某啊，他就给他的朋友讲，他朋友安慰他了啊，你持斋啊，应该活菩萨会保佑你啊。他就讲了，他说我持斋3年了、啊，还是染上这个恶疮啊。好像是长了一个肿瘤啊，那这是吃这个斋有什么用呢？那还遭持这个恶报，有何益乎啊？有什么利益呢？好像吃斋也没有什么利益啊。啊，那么这个有曰啊，这个朋友就说啊，如不益此斋，可卖以无否啊？啊，他说，那你不要这个斋呀、啊？那是不是可以卖给我啊？啊，那这个王某就问了啊，问这个朋友啊，如何卖呀？啊，这个斋怎么卖呀？啊，有曰啊，一荤一日，啊，就是你吃一天斋啊，算一荤钱啊，那么累积3年呐、啊，当银18钱啊，就是。哦，你吃了3年了啊，那这个可以卖啊，这个银子啊10两8钱啊，这个王某就很欢喜了，哎呀，这个债没有好处啊，长了一个恶疮啊，现在呢有朋友要买啊，卖给他，那得到这个钱也是很好啊，王喜啊，王某就很欢喜啊，遂书卷得价啊，那就写买卖啊，写个买卖的契约书了。啊，那就得到这个银子啊，10两8钱了啊，3年的债就卖给他朋友，明日将破财啊，明日就开始要开荤了啊，不再吃素了。那天晚上睡觉啊，夜梦恶鬼骂曰啊，这个王某就梦到两个鬼啊来骂他了啊，他说10个月前呢、啊，乳鹿已尽了，他说10个月前呢、啊，你的命就该死了。啊，你的路已经尽了，啊，路尽人亡啊，10个月前你命就尽了，因为你持斋的缘故，延至今日啊，因为你吃了3年斋啊，所以你延寿延到今天，啊，那你今命算反透矣啊，他说现在呢，算一算呐、啊，你现在那个斋卖掉了啊，那已经不够了，那马上要把你抓到阴间去了。啊，利欲摄去，啊，那这个王某啊就很后悔了，请这个两个鬼啊，就给他返一个晚上啊，他说当退银了啊，我银子要退还啊，我继续啊要再偿债了。那明日乎其有所见啊，他。第二天呐、啊，找他的朋友啊，说那个昨天卖的那个，我不卖了啊，钱还给你啊，你那张给我还给我，啊，有曰啊，所持归啊，即以佛前焚化矣，王悔恨立死。啊，他朋友啊，他昨天我拿回去啊，就在佛前呐、啊、焚化了，回向了。啊，那么这个王某啊，一听到啊悔恨啊，马上就死了啊。啊，这个就是卖斋立舍的公案啊，那个公案也很奇特的啊，所以这个吃斋啊，总是有功德啊，你不要生了一些病啊，这重业轻报啊，不要以为说没有好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我明天要2节课啊，那后面呢、啊，我们明天2节课啊，可以。圆满啊，可以圆满。
好，我们下课。